Sound Channel。早安呀，各位。早。现在是早上的七点了，这里刚才讲六点。七点呢？七点呢？对，然后我们又再一次可以拍 vlog 的声音。我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一有表演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出问题。很邪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我们要去关丹有一个学校的毕业晚会，毕业慈善晚会，然后邀请我们两个去表演这样子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一起出去表演，平时都是我表演然后他带我，或者是他表演的话我就跟去这样子，还是很不舒服。喝多一点水。你没有带水出来给我啊？我带，等下去机场拿给你。哇，很 sweet 哦。暖男呢？自己讲自己暖男的。我们在追飞机。哎，快点快点。哪里有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吃东西了。哎，我要吃我的 KFC。你们看这个人讲吃饭，没有汤匙咩？哎，可是你有洗手吗？有洗啊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我刚刚前天接发，第一次看网上的时候，我也是。哇，我眼睛都开不到。也 focus 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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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的今晚我又要很热，睡个觉先。睡醒了吗？睡醒了。明显嘞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表演的那个场地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彩排。Dancer 就是这样子。你在做什么？摸台啊。他在摸那个舞台。午餐。我们的午餐我们吃点心，就是对，你看耶、Hello， 现在呢是晚上的八点了，然后我们还在横调这边，其实人家的 event 已经开始了，可是我们的表演时间是9:03个字这样。我在那边拍照呀。电梯拍照。1, 2, 3有些我
我今天带了另外一个人。对，我们欢迎 T.E.我这么会推礼物撒娇，我 man 的 ，OK。我哪有这样？我的这个，我的这个，我就是你们这个，我的这个，我哪有这样？好了，现在我们在关单的第二天，然后我的专业造型师有一个病人帮他弄头发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要弄卷嘛，然后我就不会弄卷。这个就是纳西达冈，然后我就是叫纳西勒玛。那我们剪之前哦，开动喽！就是有人带我们来这个关旦的其中一个海边。德罗杰门的，对啊，是。好像一个食物而已。看到猴子，猴子哦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过去耶。天气太热了，要买水果吃。是啊。我嘴巴还有。我嘴巴还有。好啊，天气热嘛，吃点水果。收到一个粉丝的礼物，吓到我了。他拿来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太破费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下次不要送那么贵的东西。啊！烧烤的东西啊，烧烤的东西，叫上海滩。吃饱了过后呢，我们就要去机场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关旦的飞机场，对，就这样子结束了我们两天一夜的关旦之旅。希望呢下次还能有机会再来这个地方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短短的 vlog， 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